秋风起，蟹王肥，又到了吃大闸蟹的黄金季节。今次为大家推介深圳吃大闸蟹的绝佳去处，都市水产湖海鲜榴莲自助。秋天来了，海鲜正肥美，自助餐也都开始互相争斗，人均200元就可以实现海鲜自由。小青龙、鲍鱼、扇贝等各种海鲜应有尽有，简直就是将海鲜市场搬了来门店一样啊！现在正是吃湖蟹的季节，应季上市的大闸蟹，高肥肉嫩，鲜味十足，还有各种铁板烧、甜品、水果，全部无限量供应，梗是要吃翻够本再回家啦。裕源上海饭庄位于福田区，开了22年的上海菜，以其创新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菜品选择，深受食客的喜爱。最近新推出的全蟹宴更是令人垂涎三尺。大闸蟹选用的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，每一只都是精心挑选，保证高肥蟹靓。果然盐焗阳澄湖大闸蟹够晒特别。烧完后再用锤仔敲开蟹壳，仪式感满分。仲有蟹王小笼包、奶皇蟹饼等经典菜品，满足你对大闸蟹的各种食法。快啲嚟尽情享受大闸蟹的美味啦！